然后我挖笔筒的时候被看出来，哎，放错了，你刚刚也是挖笔筒。刚在车上有特别的举动，是下车的，没有，在乖乖坐在那边，乖乖的坐在那边，然后站台一直都坐在旁边，好，坐不站没有啊，没有，还有不到，然后旁边的人怎么看？你们觉得你很奇怪？是我们一个人的时间吧？对啊，不能乱下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这个活动完全都跟他哥的就好了。刚被劝导之后，有特别收敛，我们都没有人。